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今天刚来动荡之场，就看到两个人在巡逻。哎呀，赶紧躲一躲，小强还想偷袭他们一波呢。还有的是巡逻的人比较呆，没发现我。我们悄悄的摸过去，看有没有机会皮一下。看到一个人在回复血量，赶紧先手输出。这人护盾大厂，灭掉他肯定很轻松。完美拿下一整头美滋滋呀！居然还有人在背后放冷枪，直接灭掉。这人装备很一般，碰两下护盾就破了。还有一个用喷子在打小强，这就有点伤了。咱们先解决这个喷子，免得他把小强的护盾给打破了。哎呀，天亮和他们刚很伤啊，小强都有点扛不住了。咱们往后拉一下，丢个凝固剂再和他们皮吧。这人也是够猛的，直接就追过来了。话说你队友都溜了，居然还敢这么干，真是够呆的。残血了还想跑，问过小强同意没？哎呦，还别说，这人溜得挺快的，一眨眼就不见人了，真是厉害呀。KK 最后居然被他失血溜掉了。原本小强还想去挺个包的，没想到这营地支援这么快，又是一个用喷子的，有点难受。不过还好，这人的护甲很一般，一下子就被小强打伤了。看来小强又可以再拿一个人头了呀。嘿嘿，美滋滋又灭掉一个，这附近应该没人了吧？咱们就安心舔包吧。就给小强来个医疗箱，居然有两个绝宝鞭炮，还不错，都被建了。这营地人也是一副就回来怼小强了，真是够猛的。这个喷子打小强好痛啊，一喷就一个护盾，不打了不打了，天脸和他干实在是太吃亏了。咱们先撤退吧，他队友也来支援了。这些人追得很紧呀，完全不肯放过小强。本来我还想强行灭掉一个，没想到后面还有人偷袭我，这就危险了。我们还是快点撤吧。躲这位置是比较舒服的，这里比较高，而且还有个大柱子挡伤害。这营地人也是立马就追过来了，咱们不着急，利用地形和他们周旋一下。虽然小强极力在躲输出，但他们人数实在是太多了，继续耗下去的话，小强肯定会凉的。我也是和他们绕了大半圈，又绕回来了。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人，直接把他灭了吧。这营地支援好及时呀，这么快就来人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小强原本打算丢个凝固剂的，怎么就变成鞭炮了？真是难受啊！算了算了，没有凝固剂的辅助根本耗不起啊。咱们还是开溜吧，找个地方躲一躲。市中心附近有两个藏身的好地方，一个就是刚刚的那个大柱子的，另一个就是这个山脚下。只要把人引开，然后再躲回这里，很少有人能找到你的。你们看，这一列人找不到小强，就在场景嘲讽，真是够多的。那行，我们就出去再皮他们一波吧。哎呀，不打了，来的越来越多了，我们赶紧撤，小强可不想凉在这里。还有，最后被小强失血逃出来了，真是够惊险的。拿满药就赶紧回去吧，这营地太危险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先这里了，我是小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